今日分享去茶餐厅必点嘅港式咖喱牛腩，呢、這个配方经典又好味，同样一齐炆出嚟薯仔都好好食，牛腩就软糯 Q 弹，一壳咖喱汁咧都可以捞一碗饭。新鲜牛腩冻水落锅，落姜片同埋白酒飞飞水，如果唔飞水咧会煮到一锅泡，将浮沫及时咁捞干净，咁样飞出嚟牛腩已经好清爽。唔好冲冻水，摊冻少少切成细块，如果唔系热胀冷缩咧，牛腩又会变得好硬。切大块少少，食起身咧就有口感。用细火将红葱头同埋姜片香味煎出嚟，再将香叶、白角、桂皮炒香，酱料溶燕窿就唔好及住火，先用中火将牛腩嘅油分炒出嚟，炒到佢稍微焦香，闻到好香嘅牛油味嘅时候，就落一茶匙腩鱼、两茶匙柱侯酱，落咗酱料之后又唔好及住放水，将酱料嘅香味炒出嚟，酱料充分咁包住牛腩嘅时候咧，就可以落水，落多啲水将牛腩浸住，放少少冰糖咧可以软化肉质，大火煮滚，吸盖转成细火炆一个钟，趁炆紧牛腩咧，我哋切啲薯仔，薯仔想香口又粉糯咧，用油煎一煎佢，煎到金黄卜卜脆就 OK。煎得咁靓嘅薯仔，等阵就更加容易吸收咖喱汁。落一茶匙嘅黄姜粉，少少辣椒粉咧可以上色，沙茶酱咧就必不可少。落咗之后会好食好多，当然唔少得靓嘅咖喱酱啦。再加一茶匙花生酱咧，酱汁就更加香浓。净系咁样捞咧已经超级香，先忍住啦，唔好偷食。炆咗成粒钟，牛腩已经变软又有底味，先将佢夹起身备用。用啱先煎薯仔嘅镬炒香白洋葱，再将牛腩同埋秘制咖喱汁咧都倒埋落去，将酱料炒香炒均匀之后，再将啱先炆牛腩嘅汤汁咧全部夹渣倒埋落去，唔够汤咧再加多一碗水，最后将胡萝卜同埋煎好嘅薯仔全部倒埋落去，吸盖用中火炆20分钟就 OK， 真系炆到成个厨房都系香味。最后撒一扎芹菜粒，淋一圈椰浆就可以关火，一个万众期待、色香味俱全嘅港式咖喱牛腩咧就大功告成。佢系集合咗传统嘅炆牛腩同埋新式嘅咖喱牛腩嘅做法，各种酱料配合得天衣无缝。今日端午节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有种食种，有饭就食饭。整港式咖喱牛腩呢味餸咧，记得要煲多两碗饭，分分钟牛腩未食晒，饭煲咧已经空咗，咖喱牛腩隔餐咧就更加入味。我系小喵爸爸，记得准时食饭，点个赞。